现在终于有机会跟我们的新人聊一聊了。对，好漂亮的新娘哦，现在心情如何？来说一下。非常开心，非常的兴奋，刚才有点紧张。以前的老公你好。你好。今天做这个节目啊，心情很重啊。喂，干嘛干嘛？没关系，不要紧张，都嫁过门了吗？都娶过门了吗？来，怎么样？很开心吗？当然是很开心啊。而且是看到所有熟悉的人都在这里，导演、老板们，所有人都在，好朋友全部都在，好兄弟都在。对，老板都在嘛哈，回去 check 一下红包，他们包多少哈？啊，毕竟是老板嘛，应该要很多。而且民宿，你知不知道？我们呢都了解到，其实你在筹备这个婚礼的时候，真的是卯足了全力，而且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那当然了，这位李太太呢，她也知道你的辛苦，她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你啊。对，民宿，我告诉你，接下来的30秒，你千万不要眨眼哦，好好的享受李太太为你准备的这个小短片。来，请看。我们约好了，要对彼此好，要一起到老。婚前答应你会好好下厨，烘饼干给你吃，到现在还没有。下个星期。所以，我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两鬓斑白，还能对你说，饼干，下个星期 ，OK。掌声鼓励鼓励一下，来试一下，马上就闻一下，怎么样？很感动是吧？感动吗？真的很感动，真的、哦。我觉得用几个月筹备婚礼换来这个半分钟，我觉得很值得。真的吗？嘴巴很甜，难怪是你的老婆。所以到现在哈、哦，吃到饼干了没有？还在等，还在等啊！不用怕了，反正他们都是夫妇了嘛，对不对？等久就一定有的，好吧？好了，那么当然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李太太给李先生的这个小惊喜。接下来是我们的制作组要给两位新人一个大惊喜，来看一下。相公，你寻找这么多地方，有找到传说中的幸福侠饼吗？饼没找到，倒是听说了神雕侠饼的故事。姑姑，几时可以吃到你做的幸福侠饼啊？姑儿，做饼可要耗尽数年功力，运用深厚内力才能完成。来，我带你去看江湖人士都竞相争夺的侠饼食谱。哇！姑儿，不是姑姑不要做饼给你吃，你看，有这么多复杂的 steps。姑姑，让我来帮你吧。不行，这幸福饼只有我能做。姑姑，答应我，你的饼只有我能吃。为了制作出传说中的侠饼，现在就要练功打通任督二脉。有人抢饼，长得这么丑还想吃饼？我不丑。凭你也想吃我姑姑做的饼？凭我们的交情，吃块饼也不行。快逼他把饼交出来！把饼留下。坦白告诉你，他的饼比饭硬。你敢笑我？不会煮还这么嚣张？别管他们，姑姑，厨艺差不是你的错。为什么我做的饼也很好吃，你姑姑的饼太硬了？我这一辈子就只吃我姑姑做的饼。哼，9年了，饼都切不开，你这辈子休想吃到你姑姑做的饼。她的饼一定切得开。这就是传说中的倚天屠龙切饼剑。9年了，饼还能吃吗？只要姑姑开心，就算是有毒我也吃下去。既然你心意已决，我就成全你。
爱真的是喝水就饱。这些是切饼的工具。如果饼还是切不开怎么办？这你大可放心，姑姑，我会把它挂在床头做纪念。过晚，姑姑答应你，我会天天做饼给你吃。我觉得作品这件事情放一边了，做人比较重要，好不好？哎，来来来，讲一下，你觉得刚才这个片段有没有机会进入我们的红星大奖？俊，肯定有哈，等着拿奖哈。但是我们发现到配音组今天都不敢来，对不对？其实我觉得配音的不错，真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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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当然要祝福两位。那今天除了哈带来这个制作组这个全体上下的祝福之外，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收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祝福 SMS 哦。你们有什么话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吗？我在筹备这个婚礼的时候，可能整个过程不是很多人可以能够体会到，但是我希望。现场现在所有的嘉宾跟我的朋友兄弟们还有电视前的朋友能够跟我好好的体会今天这个晚上哦，掌声给他鼓励鼓励一下哈、哦、这种人最好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一个人快乐不如大家快乐，你看多会讲话。 OK， 来文芳呢，因为今天也来了很多 fans， 对不对？对对，可是因为还是有很多我请不到的，那我真的要谢谢制作组，把我的这个快乐能够分散到很多个地方，让很多喜欢我们的朋友们都能看得到我们幸福的一刻。所以在这里要谢谢制作组，为我们有这么一个难忘的礼物带给我们的喜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谢谢谢谢两位，谢谢谢谢两位。那观众朋友，其实你们可以继续发送你们的 SMS，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祝语会在今晚重播的《神雕侠侣》中播出。对对，那个跟饼干没有关系的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个幕后英雄出来，就是你们嘴里面的阿布，David， 掌声欢迎 David Gunn。来来来，今天这个婚礼都是你一手包办，对不对？你筹备，然后你觉得你满意吗？还有的进步吧。还有的进步，那就等25周年纪念再走一次这个大礼堂，好不好？很好很好。那我第二次结婚，你会帮我筹备吗？一定会。开玩笑开玩笑的哈。OK， 那么今天呢，我们真的要谢谢所有的朋友，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是拥有了一个美丽的新娘。帅气的新郎，一切完美的婚礼，我们干杯！好，我们在此呢祝明顺白头偕老，早生贵子。来，各位有空的话，一起扬声好不好？举起你们的杯子，1、2、3，扬！Cheers. Cheers, everybody.